就没有准备啊。讲讲保洁垫，再加雨裤。啊？不行，这样不就是会露出来吗？哎，要开始了啦，好紧张！哎，你动作太大了，你才夸张好吧？你太夸张了，对不对？这样很危险哎！所以这样一定漏啊！亮了，怎么可能啊？不够耶！我们自己也很惊讶。其实我们是第一次这样子只用卫生棉啊，然后我们可以大翻。对，要怎么睡就怎么睡。真的。